有很多人问我，你敢不敢从零开始教吉他？只要你能给我这个视频一个免费的小心心，并且关注我，我就敢教会你。如果教不会你的话，我就吞粪自尽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吉他。吉他上共有六条琴弦，其中最细的是一弦、二弦、三弦、四弦、五弦，最粗的一根六弦。在弹奏时，我们的大拇指负责向下拨六弦、五弦、四弦。食指负责往回勾三弦，中指勾二弦，无名指勾一弦，小手指不弹弦。今天我们先做一个小的练习，右手依次弹响六三二一，六三二一，一直反复。练熟之后，左手什么都不按，直接开始弹唱一首歌。没有花儿香，没有树儿高，三二一，六三二一，你学会了吗？听说长得好看的人都会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双击关注，下节课带你学会左手如何按弦。